秦始皇、司马迁、孙中山、宋美龄、哥伦布、拿破仑、爱迪生、希特拉，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古今风云人物之洪秀全拜上帝教。道光二十三年，亦即是公元1843年，洪秀全考试落第，大受打击而大病一场。病愈之后神态异常，自称曾经升天，见到天父上帝和天兄耶稣，得天父赐他宝剑金骰，下凡除魔诸妖。于是洪秀全开始以天父上帝第二子自居，在家乡花园传教。他的家人成为首批信徒，几位同村兄弟朋友，例如洪仁干、冯云山等等，亦成为洪秀全的信徒。但是洪秀全、冯云山等人行为怪异，而且破坏庙宇，拆毁孔子像，不容于村民。几个月之后，洪秀全同冯云山离开家乡，他自称是出游天下，将此情教导世人。他们最初到广州、顺德、增城、清远等地传教，但是得不到任何成果。于是洪秀全、冯云山两人决定前去广西。当日的广西是非常落后的农耕社会，少数民族部落分布全省，而有大量汉人农民分别从湖南、广东逆流而上，开垦耕种，建立村庄。广西赋税收入微薄，财政短缺，兵源不足，官吏管治不力的情况之下，广西各地经常发生地方冲突，州县官吏一味敷衍，粉饰太平。广西的情况为洪秀全、冯云山宣传拜上帝教提供有利条件。古今风云人物又同大家见面啦，我张伟国，我系罗永生，大家好啊！继续讲洪秀全啦，好精彩系咪先？上次我哋讲到阿洪秀全喺科举考试失败，到31岁啦，已经吓，科场屡次落第啊，屡考屡唔成功，病咗一场，咁40几日咧就懵懵懂懂发高烧。嗱，所以有人话咧，可能系咪咧用今天嘅病理学嚟讲咧，你发咁耐嘅高烧啦，啲正常嘅脑细胞可能好多都会受到损害嘅，所以会唔会系？即係阿洪秀全有啲咁嘅神經失常咁嘅情況，亦都未可以即係完全否定嘅喎，係咪先？我哋當然冇辦法檢查佢嘅身體狀況啦，呢個就即係猜測而啫。不過根據洪秀全自己喺一本書叫《太平天日》嘅書裏面咧，就回憶呢一個過程嘅話咧。佢上咗天堂，見到天父同埋天兄授權佢咧斬妖除魔啊，俾把寶劍佢落到凡間都醒咗，咁啊好翻啦。醒咗之后咧，见到个父亲、母亲成家人咧喺个床边嘈喧巴闭喎，佢仲喺度，咁啊就话：朕是天差来，真命天子斩邪留正啊！边个系恶邪人？边个受到啲阎罗嘅妖嘅中毒？我咧就嚟斩咗佢！哇，吓到个全家人都脚软。嗱，你谂下，系咪一个病咗几廿日嘅人，一醒个突然讲咁嘅说话，话自己系皇帝，话斩妖除魔，你系屋企人都惊啦，系咪先？系咪傻咗啊？唔知啦，咁个个都唔敢埋佢身，佢家姐咧大胆埋嗰度，喂！究竟发生咩事啊？咁啊，呢个洪秀全同佢家姐讲，佢自己喺《太平天日》里面讲嘅。佢话家姐，朕是太平天子，而且咧伸只手板出嚟，要写咗《太平天子》四个字俾佢家姐，即系俾佢睇，其实就用手指画嘅啫。咁然后咧就喺度唱天歌喎，所谓天歌即系都唔知佢唱乜嘅叽里呱啦嘅歌。咁于是乎咧就同佢家姐讲啦，大声同佢家姐讲吓，咁佢点讲噶？以速速走。你走快啲走，朕是何人？以咁大胆来见朕，
啊，佢话咧，朕乃真命天子，斩邪留正，以识得朕么咁样讲。哇，佢父亲母亲吓到都成家都傻咗啦，系咪先？病咗咁耐，突然一醒翻，讲啲从来冇咁讲嘅。因为据记载咧，洪秀全咧，其实年幼嘅时候咧，读书都 OK 啦。咁即系俗语所讲，其实都温文尔雅嘅，都系，系咪先？系啊，都一个有学养嘅人嚟嘅，其实系。系啊，咁啊发咗咩梦之后咧，于是乎有咁嘅性情大变，系咪先？咁啊吓到全家都慌张起上嚟，咁啊于是咧佢就强迫所有人啊。改信呢个基督教，错啊！佢嘅宗教拜上帝，拜上帝，好多人唔系基督教，拜上帝。咁而家拆晒屋企嘅神主牌，系啦，历代哇！你知客家人喎，咁呢个祖宗嘅神主牌好紧要噶嘛？客家所有中国当时嘅所有嘅广大嘅民众都系好神宗最远，咪拆祖宗，系啊，拆祠堂，好大件事噶嘛，系咪先？另外仲有佢本来就教书咁，佢应该走到去自己私塾嗰度，将孔子像都拆埋，系啊，话唔系即系赌自己米啊？咁于是啲村民咧，喂，搞错啊，唔该你快啲走啊，唔好欺啲人啦，系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冇办法落脚啊，于是咧就同佢一啲嘅以前嘅死党老友，咁就一齐啊。就去离开呢个广东啦，广东咁啊，就去边度咧？去广西，因为佢有啲亲戚咧，有大家知客家人不断迁徙噶，咁尤其喺清末嘅时候，有部分客家人咧开始陆陆续续迁徙到广西，当然咧，另外啲人咧迁徙到去其他地方啊，譬如有到四川啊、台湾都有啦，咁但系就唔好理佢啦。咁啊，广西咧有佢嘅亲戚喺度。据说咧，当时有几个表哥向过姓王嘅，姓王嘅王作胜啊，等等等等。咁啊，就喺桂园啊，而家叫桂广市吓。咁啊，就桂广市除咗客家人之外，仲有广东人噶，有讲广东话嘅人，白话啦，简单白话啦。咁啊，就因为我有啲朋友咧，就桂广人嚟噶嘛。咁佢係講白話嘅，譬如喺以前有位道長，喺青松觀嘅道長，正係侯道長啦。咁佢係桂廣士人，佢講白話嘅，就唔係客家話。咁另外一路藤縣啊，一路到桂平都係廣東話人，所以香港有一啲人咧個誤解啊，以為淨係香港人只講廣東話就我呢樣。有人曾經問過我噶一個問題就係、是，係唔係中國裏面啊？讲广东话嘅人以香港人占多数咧，咁样讲，梗系唔系啦。我话唔系啊嘛，我话你知唔知广东有几多人口啊？广东到目前起码有1亿人口，除咗讲潮汕方言同埋客家方言嘅人咧，起码都有6000万至7000万人系讲白话嘅。咪仲有广西啦，仲有广西，广西都千零万啦。广西同海南岛都仲有千零万嘅讲广东话嘅人嘅，冇错啊。所以我大家知道呢个袁崇焕。佢嘅祖宗咧系东莞人，但系佢阿爷就搬到去广西嘅藤县嚟到居住。佢于是佢考科举嘅时候咧，系用藤县嘅名额考科举嘅。所以你话咧，藤县都系讲广东话嘅。咁、所以咧，我哋要知道一件事实就系啦，其实讲所谓白话就广州话嘅人咧，香港人只系占大概十分一啦，系7000万人里边嘅700万吓。所以千祈唔好以为讲广东话咧就系占优势嘅，啊，绝对冇乜事吓。咁啊，客家话就呢个嘅洪秀全一讲客家话，咁啊就去到呢个桂县嘅客家嘅地方。咁同佢一齐去嘅系边个咧？冯云山。冯云山系佢嘅自细玩大嘅一个兄弟。咁啊，据说冯云山咧比佢细少少，可能系嘉庆二十年出世。咁啊，呢个冯云山呢个人咧系比洪秀全咧就系有少少唔同。内敛啲，内敛，同埋咧佢系深谋远虑得多，而且睇嘢好远。系啊，同埋佢读书咧系比较上系用功吓。咁啊，所谓用功嘅咧，就唔系净系考科举，系比较杂学。咁啊，就睇下啲兵法啊，睇下啲谋略嘅嘢。咁啊，而家仲对历史嘅一啲事情啊，所谓我哋叫做军事啊，对呢个嘅所谓政治上一啲嘅利害关系啊。佢都好留意㗎。并且呢，据记载冯云山呢个口才好好过，好有一种所谓嘅说服别人听佢嘅说话嘅咁嘅有毅力嘅。兼且有毅力。亦边有毅力刻苦。所以确实是一个好重要嘅人才。其实呢，太平天国早年好多嘅工程策略好多制度都系冯云山定咗出嚟㗎。不过可惜后来即系迟啲会讲佢早死就影响整个太平天国发展。所以冯云山其实系暗地里系支持着呢个洪秀全。并且冯云山唔怕死喎。系啊。唔怕死喎真系喎。呢、這个人呢就是一个好特殊嘅人。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够建立啊，即系拜上帝会之所以能够喺广西落地生根啊，同呢个人有莫大嘅关系噶。有啲人喺教科书里边就以为佢南王冯云山冇乜特别啦，佢就唔系喺佢自己咧，系将自己故意系隐藏喺个幕后第四位做第四位，第四位佢其实应该系第二位，第二位冇错冇错，甚至佢要做第一位都有可能嘅。所以睇到呢个人系好谦让，顾全大局系咪？系啊。咁啊，据说不争名利啊，洪秀全喺病后被村人排斥之后咧，咁就
带领咗几个佢嘅死党老友同埋兄弟，一路沿住西江去到呢个贵州啫，投家去表哥啦，吓投家去表哥。咁但系佢表哥喂，咁搞咗大班咁嘅人喺度搞，就一列神神化化，系咪啊？于是佢表哥都怕咗佢啦，咁就其实唔系再欢迎佢啦。所以后来呢、這个洪秀全做咗天王之后，对佢嘅表哥嘅家族咧系麻麻麻嘅。咁佢呢个姓王嘅家族其实都又唔系好多人跟随洪秀全去行经嘅。咁呢个就另外一回事。啊，再特别喺度提一提喎，本来佢表哥系姓三或王嘅。系啊，咁但系因为佢而家咧太平咗，个个封王就要避位，唔准有人姓三或王嘅，所以改咗俾咗大肚王。即系江夏王，冇错，大肚王好特别。咁所以呢个就系喺历史上咧都可以知道洪秀全呢个人咧。是几咁即係将自己嗰种嘅封建色彩呢投射落去佢个政权里面。冇错冇错。咁佢就话呢根据咩人呢佢喺度带住嘅人呢就去一路去到八牌窑嘅地方啊包括冯云山嘅兄弟啊冯瑞稿冯瑞珍另外佢自己嘅兄弟点嘅沿途呢就走晒啦啊一个一个走啦个个唔肯挨苦。咁佢于是乎呢个沿途做乜嘢呢冇嘢好做㗎。咁教下书啊，教下管啊，卖下嘢啊，卖下字，卖下字啊，帮人写下字啊，因为呢啲农村里面嘅人识字嘅人唔多噶嘛，做呢啲咁嘅嘢，咁啊生活好困苦，一路沿途行入广西，咁冇路可走，于是乎咧，有人就提出话，喂，不如去桂平啦，桂平咧嘅里边咧仲有啲客家人，咁啊里边咧都可能有啲人请人做教管先生嘅，咁咪入去啦咁样。咁入到去桂平之后咧，于是桂平都系一个大埠嚟嘅，因为当时叫桂平府啊嘛。咁但系亦都揾唔到食，于是乎有人叫佢桂平深山里边有一个叫紫荆山，冇错啦。呢个紫荆山啊，四面环山，交通咧非常之隔险，咁啊冇人愿意入去嘅。但系里边咧都有有啲客家人，系客家人，有成一万几千嘅客家人喺里面住嘅。并且嗰啲人咧都系基本上都系啲即系文化水平唔高嘅，因为从事劳动，因为嗰个地方啊最主要就系铲下矿啊、烧下炭啊、煤啊咁情况，作石啊、作石啊，都系啲劳动阶层。劳动阶层好多时候咧就容易打动佢啊嘛先，亦都系咧拜上帝会要拓展佢嘅信众嘅一个好嘅一个咁机会嚟噶。系啊，咁于是乎咧，佢哋两个人啊。就入到呢个紫荆山山区里面寻求一个机会。冇错。睇下有冇人请佢做教管先生。古今风云人物之洪秀全。主持张伟国罗永生。嗰啲人大部分都系点样咧？粗鲁不特止，有咩事发生嘅时候咧，唯有就求神问卜。所以呢个地方咧，鬼神嗰种嘅非常之流行啊，尤其是啊，中意我哋叫做问米啊，因为点解有咩事解决就问鬼神啫嘛。咁所以问苍天问鬼神啊嘛，就系咁解啦。咁于是乎咧。呢、这个嘅佢两个人去到呢个紫荆山发觉呢个地方都几好吓，啲、民风淳朴，啲人又肯听我话，于是乎咧就宣扬呢个上帝，上帝你哋唔使问嗰啲鬼神啦，我呢、这个是真神嚟，我呢个真神咧就最灵验噶啦，确实咁。当时咧确实如果系洪秀全同埋冯云山两个入到呢个紫荆山，确实系出类拔萃，佢哋读书又最多，识见又最多，口才又出众，系嘛，最能够打动呢啲咧冇乜文化水平嘅深山里边嗰啲劳动阶层。不但只系咁。仲有呢啲文化水平低嘅人咧，你要賣嘢成日俾人呃噶嘛？係啊，你要記帳啊，你唔識寫字。咁是洪秀全嘅同埋馮雲山幫佢哋咧，係同呢啲咁樣嘅我哋所謂商人啊，係講數啊，寫呢個嘅收據、排難解分啦、啊、等等啦、啊，總之好容易啊賺取到呢一班勞動大眾對佢嘅信任，甚至乎接受埋佢個所謂嘅新嘅宗教係咪先？係啊，因為反正你保佑到我呢兩個人又對我哋咁好啊，關心我哋，咁就信佢啦，就係咁啊，係咪先？咁樣啦，咁但係冇幾耐咧，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就出現一個問題啦，就係、是。诶，下一次嘅科举考试喺广州又再举行喎，于是洪秀全咧有理冇理就翻翻广州再考多次啊！咁但系个问题有人话，有啲人就后来咧历史书嘅技术就冇讲嘅，咁、其实咧佢就考多次咧，即系仲要搏一搏添，都卅几岁啦嗰阵时都，但系都失败。咁、但系喺呢个时候咧就发生咗一件事啦，啊，其实系呢件事系乜嘢咧？因为
冯云山喺村里边冇走到啊，继续仲喺里边啊，同呢啲村民啊联络啊，做呢个嘅所谓咧系宣扬上帝啦吓，上帝会嘅事情啦。咁点样发生一件事咧？就系佢有一次同呢啲商人啊喺个教桥打官司嘅时候啊，就俾人拉咗佢啊，话佢咧就点啊，妖言惑众，妖言惑众啊，制造纠纷系啊。于是乎拉去官府，冇错冇错。一拉咗去官府之后咧，惨啦，咁点搞咧？于是乎咧，要搵人救佢噶嘛？即系当时咧，洪秀全翻咗去呢个咁嘅广州啦嘛，就无援。于是咧，当时响呢个紫荆山里边一啲信咗呢个上帝会嘅一啲群众咧，响佢哋嘅首领阿杨秀清嘅簇拥之下咧，就包围呢个县衙。系啊，咁点要交要放人？系咪先？咁咧就几数以百计嘅民众系包围县府，咁咧就逼呢个嘅县官啊放人。咁但系有个问题啦，点解？嗰啲叫民眾啊，願意聽楊秀清講咧，原來楊秀清有一個嘅特異功能，冇錯啦。呢個特異功能咧，佢以前喺未信上帝會之前咧，係做呢個問米佬嘅，唔、一定問米婆嘅嚇。喺呢個嘅山區裏邊啊，只要你口才，據説嘅眼有啲盲嘅，盲啊同埋，其實唔係完全盲，弱視。咁呢個楊秀清咧，因為佢有咁嘅生理上嘅缺陷。所以咧就學習呢種嘅巫術啦，呢、個巫術咧最重要一樣就係文米、文米通天。咁於是乎咧，佢想一想，不如我乾脆啊，就話呢個嘅上帝上身，冇錯啦。於是乎咧就天父下凡，然後就號令啲群眾一齊願苦救呢個嘅馮雲山。係啦，嗱，當時咧佢就話咧自己咧突然有失常嘅情況喎，講咗好多天父降生啊，講嘢，然後啊就暈咗之後醒翻，哎呀乜嘢都唔記得曬喎。係 啊，真係天父降生喎，就賺取到群眾對嘅信任啦。咁所以呢件事咧，後來咧太平天国就稱佢做所謂嘅咩耶誕節，就係、是、每年嘅農曆三月三日。係啦，耶誕節。咁就係當年咧呢個楊秀清咧就話呢個天父上身即係下凡啦。冇啦，嗰件事嘅。纪念日啦，系啦，咁啊唔好理佢先啦，咁啊就啊果然发生效力喎，呢个县官为咗系唔好麻烦啦，息事宁人啦，咁啊就将呢个馮雲山放咗啦，冇错，咁点解放佢或者中间有冇打过佢板咧就唔知啦，呢、个历史书就冇记载啦，咁佢亦都唔会再讲啦，咁啊果然放翻之后咧，呢个馮雲山就好警觉地知道啦，哦原来有咁嘅群众力量啊系可以帮到我，冇错啦，于是乎咧急急写信叫洪秀全嚟，咁佢仲有话喎。佢话咧，同呢个群众讲啊，佢话洪先生啊，而家喺广州啊，已经得到呢个天父嘅命令，要佢嚟率领我哋啊，起兵嚟到咧系点啊，歼灭阎罗妖，冇错，乘机咁样讲啊，咁啊，因为咁，所以洪秀全一睇到个信之后咧。咁就翻去紫荆山，即係奉呢个洪秀全为精神领袖啦。咁简单嚟讲，係咪先以佢为核心嘅一个咁嘅阵营就出现咗啦。拜上帝会係咪先，简称上帝会係咪，从广西迎接返精神领袖洪先生返嚟。咁洪先生又话自己係天父嘅次子喎，係咪先，咁就成为个领袖。咁当时你讲就当然啦，你要聚集群众一定要好多人㗎嘛。咁于是乎要选择一啲呢适当嘅地点嚟到安排呢啲群众嘅所谓活动啦，要避开官府嘛。冇错。经过呢次咁嘅事件就冇可能呢再喺紫荆山嗰个核心地方搞事㗎啦。咁当时嚟讲有几件事留意㗎。呢个烧炭工人里面嘅领袖呢，一个好勇猛嘅。好大力嘅，蕭朝貴，咁叫蕭朝貴。咁據說咧，蕭朝貴咧就係一個好有呢個叫號召力嘅勇著勇打啦，已經係啊。咁佢娶咗後來啊，娶咗洪秀全，娶咗呢個洪秀全個妹嘅洪孫嬌嘅，冇錯啦。咁呢個咧就係後來嘅事。咁另外好特別喎，呢個蕭朝貴咧本來同阿楊秀清好 friend 嘅，俗語所講，但佢見到楊秀清又話有天父降生。就将自己地位突然提升咗好多，咁唔知咩原因咧？咁有一日咧，阿萧朝贵话自己咧耶稣上去身，系啊，阿耶稣上去歌诞啊叫做，咁变咗咧又话喺度行神迹啊各样嘢，咁结果咧太平天国咧又定咗咧每月嘅农历九月九号就歌诞节，就同嗱后先阿杨秀清系耶诞节，爷即系阿爸嘅意思系咪先？耶诞节、歌诞节就成为咗啦太平天国两个好重要嘅节日，反而太平天国咧系我哋今天嘅复活节同埋圣诞节嘅，系冇噶。咁另外一方面呢，仲有一啲其他人呢，因为点解你要起兵作反，你要物资㗎嘛，你要地方㗎嘛，啱啱嘛，冇钱不行㗎嘛。冇错。有人就问唔系嘅，我哋讲呢个正义就得㗎啦，边度使钱一多余嘅，食饭都要㗎嘛。冇错。你招兵买马，粮草先行。冇错，三军未动，粮草先行。钱从何来呢？啱啱又唔啱咁好。因为当时有个叫大江口墟呢，有一个叫附庸。啊！呢、這個所謂富翁其實咧唔真係好富嘅，鄉下地方稍稍有幾畝田啦、啊，幾間屋咁、啊、可能十廿畝田啦、啊，或者有啲嘅生意做下呢、這個咁叫富翁噶啦。咁呢個人咧叫做魏正，
呢個魏家咧，咁就有啲田喺地方咧，都有啲嘅勢力噶。咁點知咧，佢同隔離村一啲人咧就爭地，咁啊於是乎咧就發生咗衝突。喺衝突嘅時候，據說有人俾人打死。咁於是乎咧，又有人告到去縣衙裏邊就拘捕呢個魏正同埋佢仔魏章輝嚇。咁啊，佢兩父子俾人拉咗之後咧，後來咧。通過各種各樣嘅所謂賄賂，同埋咧就甩咗税嚇，就呢件事不了了之，咁就罰咗佢好多錢，咁啊令到呢個魏正兩父子咧就好嬲，好嬲，佢冇搞錯啲官府咧根本就唔公道嚇，盲施黑帝，咁啊對我哋咧就有偏見嚇，偏幫呢個所謂對方啊，我哋嘅人咧就受到被蝦，火滾起上嚟，於是乎係見到呢個嘅馮雲山同佢傾開，我哋要斬妖除魔。於是乎咧，好，我支持你，冇錯。咁於是乎咧就俾錢佢，然後就話俾佢聽，喺呢個嘅山裏面有一條村叫金田村，呢、這個地方啊非常之秘密嘅，嚇、啊，裏邊咧就係、是、非常之叫做咩偏僻，好、難去到。咁、你可以咧號召所有嘅信徒，拜上帝啊，當然拜上帝會叫散佈咗鄰近幾十條村啦。咁佢話咧可以召集你哋嘅信徒一齊去金田村裏邊咧聚集，冇錯。咁啊啲人去到嘅時候要製造兵器嘅喎。韦昌辉父子咧就俾钱佢买咗好多呢啲咁嘅原材料，譬如木材啊、铁啊、炭啊等等，嚟到啊烧铁打造兵器。咁啊，为咗要掩饰呢个打造兵器叮叮当当嘅声音，仲买咗几百只鹅啊，吓日日啲鹅呱呱叫，咁啊等佢哋嘅打铁声咧传唔到俾呢个嘅官府嘅人听到。咁啊呢个嘅韦正父子嘅加入咧，就令到洪秀全咧如虎添翼，有咗钱啊嘛，有钱，而家咧建立咗呢个金田村嘅革命根据地。冇错啦，好啦，咁搞一个革命系点样推展咧？喂，留翻下次好啊，好啊，好啊，好。古今风云人物。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